Hey guys, it's General here. 大家好，我是 General Chaos 将军。今天我们又来开一个奇妙的小宝贝了。我们这一次开的呢是日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604无后座炮，自行无后坐力炮，好不好？这个车目前为止是白板。我们把白板车开出来有什么目的呢？当然是为了胜利，开发出改装件，以此来开线，对不对？我日本其实没有准备开线了，我只是本把那个就是那个75式那个有 VT 那个 VT 弹的那一辆7.0的那一辆车开出来，我就结束了。日本我就不准备往下搞了，后面的车没有兴趣了。我只对那一辆车其实有兴趣，但是我发现无后座炮也蛮好玩的，所以就拿出来一起玩玩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啊。这一把我们打的是德苏中法，权重好像是7.0，好像是7.0，也有可能是6.7啊。众所周知，我对权重其实不是很在乎，我只随便说一说，你们不要管我。想想战术吧，肯定是想办法先占 A。如果能顺利占下 A 的话，就围绕着 A 点来进行一些偷袭呀，用我那灵巧的耳朵子来听一下敌人的位置，然后还来搞搞他们的侧面跟屁股好了。不过还好 A 点周围队友不少，感觉跟着我去 A 的，所以是有机会的，是有机会进行一些操作的。这个车说老实话，我开的还是很不是很习惯啊，白板状态刚拿到手，操作手感还不太适应。让我们快点站下点，快点站下点，快点快点站下点。不知道这一把好不好打，说老实话，至少是6.7嘛，对吧？6.7的话，德国虎王什么的，一炮想秒其实是不容易的。虎王豹二还稍微好打一点，黑豹二，但是虎王估计有点难度。不过真的能，我现在真的很喜欢所有能侦察的车，能侦察的车真的很好用，我觉得又能赚分数，对吧？又能赚钱，又能告诉队友哪里有人，省得有的时候真的地图点烂了，队友都不理你。哎，很奇怪，队友你点烂了，队友不理你，但是你把人家在那个地图上标出来红点，哎，他管的，奇怪吧？哎，右边引擎声，右边有引擎声，我们停下来等待。等待那个小宝贝出来，很近了。哎呦，来了一个人头啦，安慕希13，侧后方有人啊，近点了，开始站 A 点了。这边有一个，然后我右边还有一个，两个人在 A， 我唯一 A 的队友已经死掉了。让我们来以小博大，先搞那个点里面的，我的侧前方的。现在在我左边啊，声音听起来，先搞他。那个虎王被我标出来了，哎，在那儿，豹二，黑豹二，虎王在我右边，现在我刚刚被我标出来了，可以先不管他，我先进点，让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儿。哎，好，对面开始停止站点了，后面没人，黑豹二很懵逼啊，黑豹二很懵逼，人在哪儿？他要去找了。人在哪儿？哎，是不是很懵逼？我旁边的虎王还在我的右边，我可以暂时不管他，现在尽量别动啊，尽量别动，不发出引擎声，对面就不知道，至少虎王不知道我在他的左边。黑豹二不一定听得清，但是虎王现在如果我动，他肯定能听清啊。我就确保虎王威胁不到我的时候，哎，他声音离我远了，虎王离我远了，黑豹二跑过去了。我可以考虑到左边这个角落，
左边这个角度，我可以看到这个黑豹二的位置，不像我刚刚站的这个位置，黑豹二会被那个土堆挡住。就站在这儿好了。虎王离我不近啊，虎王离我不近。哎，黑豹二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一炮，哎呦，哎哎，他过穿了，他打我过穿了，两炮，他没了。他驾驶人跟炮手都被我打死了，拜拜。两个人头，虎王在我右边，快点装填，我现在还有六发炮弹。虎王虎王虎王，哎呦，虎王，快点站到墙角等他出来。他动了，他动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虎王一炮两炮，哎呦，还好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，我先开的炮，我比他快，他要死了，我炮手复活就可以打他了。哎，好了，拜拜，三个人头。哎，右边左边有人，我四个人头，呜、哦，一炮杀掉他四个成员，好棒哦 ！ASU 85，好，我们把点占完啊，然后修一下白板车，必须得把点占完才好修，不然修不了。我现在引擎坏了，也算命大。这个位置正好左边还在我的射界内可以射到，不然我抹得了。刚刚那个虎王也是够惊险的，打我又是直接穿到我，他打偏了，我估计从我侧面直接打到我引擎了，没打到我手上，打我手上我就死了呀。耐心等待一下啊，修一下，看一下战绩。我们队友最好杀了两个，剩下两个杀了一个。哇，这队友太棒了，退了好几个了已经。对面也是啊，对面，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没进来吗？对面最多杀了两个，杀了三个的。哎，修完了，走。这边还有人，被队友已经标出来了。中坦，我们去搞他屁股。反正已经四个人头了，五个人头。现在有个小问题，就是我现在两个成员装填时间有点长啊，20秒。我现在10秒装填嘛，翻个倍20秒啊，20秒其实有点头疼的。往外走。那我刚刚在点里面以一搏二，很牛逼啊我。哎，我左边。左边应该是队友，再往前一点，我觉得对面还是会回来站 A 了。我们还是要围绕着 A 搞事情。哎，哎，来了，在我右前方，声音，快点跑到这个坑里面。哦，他们开始打了，听着声音长巴巴。来来来来，我们跑到这条缝里。他经过的时候我们搞他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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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，就在我右边，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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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 yes， 爆他弹药架，黑豹二，看一下这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标记他一下，毛子车好像是 PPT76， 标他一下，好，标好了，走，我没法打了，他已经看到我了，他瞄着我这个位置，让队友搞他好了，我把人把他标出来了，绕他一下，他应该还看着这个路口呢，我们绕他一下，把他标出来，他如果能死掉的话，他如果死掉的话，我也可以拿钱了，对不对？还在我左边，还在我左边，哎，死掉了，好了，拿到一个，为队友点亮人头，我已经拿六个人头了，这把。好舒服哦，那现在走吧，对面队友已经压家了，突然之间对面有四个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三个强退了的，好像是还是什么情况，我不懂，我一个单人拿了六个人头，牛逼，自己只能说自己牛逼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而且还不是什么蹲出扔点拿的，而且还是在点里面跟人家搞基搞的，这个小车挺好玩的，
一切可以侦查的小车，我觉得都很好玩。队友门牙加了呀，我估计是吃不到肉了，我们全力冲刺一下好了，吃不到就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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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这车的那个俯角不错的，有我记得有20度的俯角吧，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迈个小坡，有的时候合适的小坡可以迈，不合适的小坡迈不了。看看，让我看，哎，杠二，标一下他，然后他如果被杀，我也有功劳，打他一炮，一炮，哎，没杀掉，两炮，哎呀，可惜呀，他的炮塔里的人都死完了，哎，死掉了，又拿了个那个点亮分啊，6人头，2站点，3助攻，战绩很不错呀。这把应该赢了，下面分数条也快走完了。你看看这鲛人的战绩，而且还没死，对面已经基本结束了，这把完美收官可以，好吧？大家都懂的吧？看到这里，哎，这次一定对不对？哎，那个什么大拇指翘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最稳固的那个形状是什么来着？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三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记得啊，不要忘记啊。我那么棒，你在不在？结束了呀，结束了呀，我冲不到了，我想冲一下对面出生点，说不定还能抢一个人头吗？可以抢，结束了，好吧，赢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宝贝们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